现在我们要把小白龙的老婆往下赶，然后把饲养的这些马赶到河道里，然后把小白龙和布琼尼的老婆全部给他分开。现在马全部逼到河道里了，然后把下面的马再往上赶，赶到三号圈子，又冲过了突破包围圈。同志们，看你们的了。是吕哥和小张去给那些纯血马，去给这些纯血马，把纯血马改到一号圈。第二波攻击又来了。马群控制的比较好，这马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。这些马，你看纯血马特别聪明，自己知道进门。我们现在大功告成了，曼联、布琼尼、小白龙，他们每匹马分了30几个老婆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洞房花烛夜了。哦，他们要洞房花烛夜了。好多了，开的舒服，你看我们的花都没分出去，太不好了。